我個度咧150几平方嘅，即係比如一半咧就係留翻俾我嘅，個一半咧就即係俾我個仔嘅。如果分開嚟起咧，佢話一邊一個門口，你入你嘅，佢入佢嘅都得嘅喎。係啦，如果你話分開150方，一人75方。一人一個門口 ，OK 冇問題。佢衰又衰在點咧？一個門口直接起5层，一人佔2层，你話有冇可能啊？亦即係話你哋曾經商量過，但係最後先生，佢冇同我商量過。我有同佢傾過，同個仔傾過。我話間屋咁樣起法咧，一邊的60方好難住。依家全屋咧中意大間噶嘛？我話不如咁啦，我話動起身嚟起，咁150几方，我話240方係203方。咁我屋企嗰度咧，兩個門牌嘅嚇，係兩個門口嘅。我有獨立電梯上嘅。佢咧就介意話我唔想同我前妻住，我嘅前妻咧，只不過係掛靠個仔度住。